哇，原来说这个俄罗斯的 S-400 在当地已经镇守住了。不过我们要问，土耳其难道完全没有准备吗？校哥告诉我们，其实土耳其的空军超强大的，还比我们台湾还强，是吗？对，其实土耳其空军你真的不能小觑哦。土耳其空军它整体实力来讲，如果说你算它的先进战机的数量，然后算它整体的这个那个空军的这个空防实力，全部加总起来，它的实力其实我个人甚至认为它是超过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可是问题是我看过这么多的机型，就 F-16， 我们也有 F-16 啊，对，那我们为什么比它弱才怪呢？哦，因为是这样，它好，其实整个这个兵力结构里面，对不对？它呢目前大概有240架的 F-16 战机，这么多啊？对，240架，我们中华民国空军150架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这个60架幻象，然后再加上130，我们好像也有300多架。感觉起来，我们最先进的这个先进战机，就是至少第四代的战机数量比土耳其多。但是呢，土耳其它虽然说它的第四代战机的总数没有我们多，但是它的机种单一，它的全部是采用 F-16 系列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有 F-16 Block 30、Block 40跟 Block 50。那这个 F-16 这几种形式啊，其实像以土耳其来讲，我一个国家我用那么多的 F-16， 有那么多的构型， Block 是什么东西呢？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生产 F-16 的时候做的一个叫做构型管理。也就是说，因为你这个飞机从1970年代末期就开始生产，生产到现在还在生产，你不可能你当初生产第一架跟现在生产的 F-16 一模一样，一代、二代、三代的意思。对，所以它会每隔生产一段时间之后，对不对？对，它就会有一个整个，等于说它也为了做维修啊，等等。所以等于说它会分批啊、这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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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 block 就是这个一批或是一个那个一整个区段的一个意思。那现在呢，土耳其它当然是为了要让它自己本身的那个 F-16 战机啊、能够就是说在维修上那等等啊都能够达到一个共同性，所以它现在这一大堆好、很复杂的 block 30、block 40、block 50，它其实呢都已经通通啊把它整合啊、经过一个叫 CCIP、CCIP 的计划之后呢，把它全部提升到 F-16。那我们台湾有 F-16， 我们输它输在哪里？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 对不对？其实说真的，在机体的寿命上来说，哎、我们没有很旧，我们的这个机体寿命啊，其实台湾的 F-16 机体的寿命大概是机体的型号，其实是跟 F-16 Block 50是从同一个时间出来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当时在美国在卖给我们的时候啊，实际上来说，因为它是卖给我们这个AB 战机嘛，那 AB 战机的基本上来讲，机壳呢机体会稍微轻一点，所以它呢跟我们 F-16 战机搭配的这个起落架是所谓的 lightweight gear， 就是轻机体的轻机体的这个起落架。这个轻机体的起落架其实严格来说就限制了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 战机呢，包括挂弹、包括那个油量等等，其实都有一些限制的，飞得不够久，子弹带得不够多、其实当然讲起来真的是这样，但是美国这个当然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美国真的是心机很重哦。啊、没错，那你看那美，但我们刚刚讲到，第一，它的240架 F-16 里面，对不对？这个现在都已经提升到 Block 50的水准。那这个提升到 Block 50的水准是为什么它可以自己做呢？因为其实啊，土耳其它是具有生产 F-16 能力的国家，美国它做了这个4000多架 F-16 战机，这 F-16 战机有部分。像比如以卖给土耳其来讲，它是卖给台那个土耳其以后，授权你在土耳其生产制造。哦，这么进步啊！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观众朋友讲了很多的那个 SU-27SK 跟歼11的这个关系。所以授权我们自己做技术，其实后来我们也自己会了，这意思一样。对，但是好、像它这个，你看现在它这个战机，它是参加北约年度最大的一个，在英国有一个叫 Air Tattoo 的一个航空聚会的时候拍摄，你看它那个涂装可以说非常漂亮。那当然，它既然所有的飞机啊都提升到 F-16 啊，这个 CCIP 的这个层级，也就 F-16 那个 Block 50 Plus， 也就代表就是说，它呢这个战机它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它呢而且美国也卖了它这个武器，叫做 HARM HARM High Speed Anti Radiation Missile， 就是高速反辐射飞弹。是，相比起高速反辐射飞弹，你知道 AGM-88 这个东西啊，其实如果说大家想，你看就是现在刚刚你看到那个东西 AGM-88 就是我们台湾一直想要，后来买不到那个啊，对，一直买不到。这个飞弹是打什么的，你知道吗？这个飞弹它其实是专门打敌人的雷达的。你看这样一个雷达，它如果一旦发射这个雷达波以后，这个 HARM 锁定到了敌方的这个雷达的那个雷达发射源，它就把这飞弹发射出去，然后这个飞弹就会一直飞到击中到对方的雷达天线为止，它就没有卵用啊。对，所以你看现在那个俄罗斯又开了这个莫斯科号的这个巡洋舰，是又把 S-400 部署到这边。其实说真的，如果说就一个这个军事研究这么多年的这个人来那个小弟我来看哈，我其实还真的很期盼俄罗斯真的开个雷达去照一下土耳其的 F-16，而且呢，甚至于还要威胁要发射飞弹。这个时候，土耳其他一定不可能束手就擒嘛，对不对？一定会发射个 HARM 打看这个 F-400。这个时候，
因为他打的还是俄罗斯 S400 啊，也就是说，你看，现在俄罗斯他想要卖 S400 出去，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成功的克制AGM88，就是美国的这个高速反辐射飞弹这个系统的话，那就代表 S400 很有用，很管用。但如果一旦土耳其发射的 HAM 打到了 F400 飞弹那个飞弹的那个射控雷达，让 S400 这个防空飞弹系统完全关机，不敢开机应战的话，那你知道俄罗斯在这方面来讲还是不行了。原来军事专家希望他们打打看，试试看武器的效能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从以前就知道，我有个矛，这个可以射穿全世界的盾，那我有一个盾，我也可以防卫全世界的矛。这个矛跟盾打起来到底会怎么样？这说真的，其实是真的很让人想来看看。好像还有别的机型，对不对？对，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F16 之外，其实土耳其空间很厉害哦，他们有这个他们的。预警机啊，是波音1737，它这整个雷达系统啊等等，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先进的预警雷达系统啊。你看，它是用单片式的，也就是说，它其实这个单片式的这个雷达系统，它是一个相位阵列雷达，也就是它是本身那个预警天线，它不用转，但是呢，它是用相位阵列，所以它的这个搜寻的这个速度。距离哈好，甚至就是精准度，会比一般的我们那种圆盘式那种要转的，像我们台湾的 APG-145E2 的那个雷达要好。那它呢也有四架这个空中预警机哦，它这个空中预警机的管制能量其实很高的。另外，它其实用来当做战斗轰炸机，其实主要是轰炸任务的飞机，还有 F41。它这个 F41 啊，当然其实以土耳其空军 F41 来讲，从现在角度来看，它基本上来说是等于把北约的旧货大集合啊，就大家的 F4 除一啦啊，统统卖到我这边来啦。但是 F4 这个飞机啊，老归老，但它其实它作战的效能是很高的，它呢可以载那个相当多的各种机载弹药，那甚至于你看现在以这个土耳其来说，它还跟那个欧洲买了最新的像那个最新的一些啊空射的这种巡弋飞弹，那这种空射巡弋飞弹也都可以由土耳其空军 F41 啊来搭载来发射，而且土耳其的 F4 还经过就是跟以色列合作的一个性能提升计划，整个性能提升上来，还可以发射先进中那个导引的中程空对空飞弹，所以它的战力啊，其实以那个土耳其空军来讲，它的这个整体的战力啊不可小觑，真的大概。在整个北约里面啊，它可以排到前五强，大概差不多。你看啊，北约里面美国、英国下来啊，大概德国、法国跟土耳其大概是同一个等级的，同一个档次的。再下来啊，这才是像什么荷兰啊、比利时啦、这些啊、意大利啦这些这个空军比较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土耳其空军其实在这个区域，就是欧亚交界这一块地方，它的力量其实很强大。所以你看，它今天它要打你这个俄罗斯的苏凯24战机，对不对？它的飞行员在它的境内在那边做那个盘旋，是，然后看到俄罗斯的飞机来，他基本上来讲，其实你看他的1737就已经把雷达就侦测到了，对，雷达就侦测到苏凯24的位置，然后呢，当然在你没有进入边界之前，我这个飞行员当然你一定要透过国际的这个紧急波道去警告你，你已经侵入我们了，你逼近我们的领空了，你要不能再过来了。那对于那个俄罗斯来说，我了不起，我就稍微这样借个道这样插进去嘛，打个擦边球嘛，还是被打到啊，对不对？但是你看这短短的17秒，等于说那个。土耳其战机啊，它基本上来讲已经得到来自于他们的这个预警机的这个空中敌情的资讯了，其实已经在它机载雷达上早就已经把那架苏凯24所锁定了，所以就变成说苏凯24一旦进入这个土耳其的边界，虽然说仅仅进入土耳其的领空17秒而已、但这17秒之间呢、等于说我已经锁定你，我已经等着你了，你一进来我飞弹马上发射就开始去追它，追到那个它飞机飞出土耳其的边境，然后就马上被击中，一公里的地方就被击中，然后摔在大概4公里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到，土耳其空军不但就是说它有好的武器，甚至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在机那个他们空中整个网络化的作战，它可以说发展的非常完善，才会有这么强的战力。等于说我一动手，我一发射飞弹，你俄罗斯飞机马上被击中。所以你看，真的，你说俄罗斯对不对？他到这个时候，到了这个土耳其，到了那个叙利亚，他真的开他的 S400 防空飞弹，开他这个莫斯科号巡洋舰，拿他的这个射控雷达来照土耳其的军机，甚至还真的准备发射飞弹的话，我倒是真的得要等着看看，到底是 AGM-88 比较强，还是你 S400 比较强？